好，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动动脑时间，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，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对老师很赞赏，除了按赞、把它分享出去，使更多人受益。那健脑比健身重要，如果要朝数理之优班或是动动脑人不老，一定要看老师的 YouTube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里面一到九，这九个数字中间当然有怎么样八个间隙，还要放入怎么样一个乘号，七个加号。那我们来看，如果单独来说，我用加号一加到九来说，是不是一加九乘以九除以二，是不是四十五而已？所以我这个乘号要用在哪里？用在乘以大于四十五的。那我们说六七四十二，这个不满足。七八呢？好，七八五十六。好，七八五十六，我们来看哈，七八五十六。那你来说你要扣除怎么样？你这个四十五要扣除怎么样？因为七加八等于十五嘛，扣除十五是等于三十，所以五十六加三十等于什么？八十六。不满足。好，那我还有一个嘛哈，我们还有一个是怎么样？好，还有一个我们就用八乘以九，八九八乘以九呢？好，我这个看不到了，那我们看起来这边应该看得到，八乘以九，八九什么？七十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八跟九加起来是什么多少？我们要扣掉那个啊，我们刚刚是一加到九嘛，那八加九是不是十七？所以四十五减掉十七等于说吧，是说二十八，所以七十二，好，这边看得到啊，我把它擦掉好了，不然好看不到了。好，那七十二加什么？二十八等于什么？一百，所以这是什么？加加加加加加加，再来加最后个乘而已。好，谢谢大家。